你是什么人？我叫做蓝灰。哈？是？妈妈，你哪里哭嘞？小玲，伊是什么人？伊就是拜出来我家人啦。伊是爸爸。我过去，我的家辈行李，你应该好好照顾你身边的母子。不过我，南辉，我巴肚内已经有你的骨肉啊！哈，我牺牲，我无希望有人跟我同款，我也无希望迄个未出世的囡仔变成第二个小林。我会祝福你，妈妈。小林，行，咱来去。好。小玲，爸爸，花开花谢，谢花去。我会保重我自己。